留下买路钱呐、我乃持家之人，要往西天拜佛请经，待往手下留情。哎，咱全靠过路客商吃饭，管你催金不催金呢？什么？你家爷爷吃饭都不花钱？哪来的银子？我这儿只有这把钉耙。听我抢抢抢！细沙僧，空中召回元殿问。
问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嗯，真容他横行嘴脸，叫声君辨真假儿破感恩。南海见过安阴。竟敢逆于天条，打碎宝剑，罪于难逃。众位神将，有，速速拿下妖猴。好。天气多，保证今人
中。